保时捷注册了一个含有以太坊相关符号的推特账户 @Porsche， 并发布了保时捷专属 NFT Mint 网站，页面显示请加入我们，开启新的旅程。这是一次将实体和数字结合起来，创造独特混合体验的旅程，一个致力于共创和社区的旅程。后续我们将发布 NFT 系列，并成立 Web3 社区。目前越来越多的车企加入了 NFT 行列，对此你有什么看法？欢迎关注留言我们。